改不掉的坏习惯。哦哦甜心格格第五十集，3、2、1 action。喂，起来呀、还睡啊？什么事？什么事啊？伟伟，快来了！哈哈，各位，又是我小咪呀、我相信坏习惯谁都有的，快来看看，就好像他这样。喂，这些不是我的坏习惯，我也不想的。又或者是他这样，还有他这样的。哎，有坏习惯其实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懂得改，可千万不要像他们这样啊。嘿，拿样东西给你看看啦。咦，这是什么东西啊？上面怎么有那么多数字啊？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刚刚思思不是问过了吗？让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吧。啊，西洋月历。这个月历是我 daddy 送给我的新年礼物，它有1年12个月，西历呢和农历所有的日子都在这里面呢。对啊，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没错，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你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年计划呢？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还有一个月才过新年，为什么你们说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呢？Oh no， 我们可是说西历新年的计划。西历农历啊，怎么分呢？西历呢就是阳历，是太阳历的简称，是以太阳的回归长度为年平均长度，月的长短是人为规定，与月相无关，每年各月大小不变，大月呢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4年闰年一次，2月为29天呢。农历就是阴历，是太阴历的简称，是以月相周期的近似值作为月的时间单位，每年取12个月，月大30天，月小29天，误差积累到一定时间，设个闰月以求纠正。哦，原来是这样啊，你明白吗？不明白。对了，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改掉坏习惯才对，就好像每年年29我们都会大扫除一样。哇，去旧迎新，好啊好啊。不过这样过新年还是挺有意思的吧。就好像大扫除那样，扫走所有不好的习惯。一言为定。哇，真的好开心啊，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新年计划呢。现在你们想到自己有什么坏习惯了没有啊？哎，我想没到啊，你呢，花轮？没错，我也想没到啊，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也想没到了。是没想到呀，思思说错了，你也跟着他说错。那你有没有想到呀？没。那你呢，武状元？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吗？时间到。我想不到啊。我知道了，其实人呢就只会看到别人的坏习惯，就好像思思了。思思的坏习惯就是她爱睡懒觉，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起不来，然后放了学之后又只想着睡午觉，每次复习都打瞌睡。还有啊，睡了那么多还说自己睡不够。你说什么？华伦也有坏习惯啊，常常喜新厌旧的，只要有了新的玩具就不玩旧的玩具了，弄得现在家里的玩具堆得好像货仓一样。柔柔的坏习惯不是比我还多吗？又爱漂亮，又喜欢乱买东西，还总是不爱待在家里，在家里好像会被蚂蚁咬到一样，总是逛街，总是胡乱买些东西才感觉到舒服。还有呀，你看你的衣服多得连10个衣柜都已经放不下了。什么呀，武状元也有坏习惯啊。
他说不出来，不如由你们来说吧。坏习惯究竟是什么？嗯，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嗯，啊，啊，哦，啊，不知道武状元有什么坏习惯呢？太好了，又有新的玩具了，耶、yeah, 是玩具士兵啊。 Well, 究竟武状元他有什么 bad habit 呢？叉叉叉叉叉叉，对了，你们几个找到我的坏习惯了没有啊？就快找到了，虽然我们还没有想到，但是我怎么都不会相信你没有坏习惯。硕儿，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坏习惯，让你来改的。那真是谢谢你们了。对了，你们的坏习惯又改得怎么样了？So easy， 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的。嘿嘿，我已经在改了啦。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在改哦，你今天早上还是睡过头了，要我去你家叫你才肯起来的。是吗？平时你每次叫我起来都会叫到发脾气的，我今天在你还没有发脾气之前就起来了，所以我是有进步的。华伦他没改才是真的呢，他刚刚拿出来玩的又是新的玩具。什么呀，这份礼物 Daddy 前天已经送给我了，我今天才拆的而已，不算新的。柔柔，你才离谱呢，你才买了新的口红。这你都看得出来了，其实我今天喷的花露水也是新的，是清新脱俗的茉莉花香哦。你们闻不闻得出来呀？那就是你们都没有改喽。你看着我很久了，小咪啊，你说怎么样可以不睡懒觉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我真的很想改的。不去玩惨一点还是不睡觉惨一点啊？不睡觉惨一点。没有书读惨一点还是没有觉睡惨一点？没有觉睡惨一点。不能吃你最喜欢的芝麻绿豆花生三色汤圆惨一点还是没有觉睡惨一点呀？没有觉睡惨一点。我都说过你没救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改的了。嗯，不过还是睡了再说吧。不行，我不可以这么没有定力的。你们不要总这样看着我了，我不是不想跟你们玩，只不过呢，我真的是很想很想玩一玩它呀。不拆你真的是好浪费的呀。你不看它，不受它的诱惑就好了。啊，有了。开门呐，我是华伦呀。我在睡午觉，你自己进来吧。我没有手呀。思思，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改掉我的坏习惯了，所以这些新的玩具我全都送给你了。
部都复习过了，到背过来都会了，除了这样还可以做什么呢？不可以不可以，一定不可以。但是不逛街不买东西还可以做什么呢？对了，我想到可以做什么了。思思，思思，你起来了没有啊？柔柔，你这么快就睡完午觉了，看起来这么有精神啊。我现在已经不睡午觉了。不睡午觉？你是不是生病了呀？我是不可以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就没有新的玩具玩了。你玩不玩呢？我没有心情玩呢。思思啊，我想问你一下，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可以忍着不去逛街买东西呢？很容易嘛，什么都不用管，上床睡觉就可以了。这样真的可以吗？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可以呀？咦，华伦，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呀？我好 sad 呀，还是别提了，总之就是很烦了。哎，我真的很烦，怎么办呢？烦的话就去市集逛逛啊，买点东西什么的。买东西啊？你就当是去市集散散心也好啊。对呀，你打算去哪里呢？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先不跟你说了。还是有挺多东西看的嘛。诉求，我家里都有啊，不过这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他们看什么呢？限量版，只是买衣服而已嘛，要不要这么夸张呀？限量版蓑衣，遮风挡雨一流，最后一件限量版，快来买了啊，快来了。限量版，好，我买了，多少钱我都要。限量版可是不同的呀。好想买东西哦。睡着了就什么都不想了。快点睡啊，快点睡啊。今天都没有下雨哦。这个叫做 fashion。 哇，味道好香啊，怎么会有这么香的香味呢？ Well， 因为我喷了最新出品的橙花味的古龙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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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有见到柔柔啊？很少见到他，会迟到的。你们看他不就在这了吗？你们觉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不觉得呀。你们的坏习惯改得怎么样了？挺好的，简直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最新一期的《西洋时装杂志》出版了，借给你看看吧。除了睡觉，我现在什么事都不想做。明明睡了很多，为什么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呢？对了，华伦，你有没有拿那些东西给我啊？哦，肯定有了，我没拆过，不知道是什么哟。哇！你们都不是我之前认识的思思、华伦和柔柔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变得很 perfect 啦。我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但是武状元他
却连自己的坏习惯是什么都不知道。哦，所以他就很不开心的走了。那我们要帮他找出坏习惯才行。我也是这么想的。一定要帮他找到坏习惯才行。没想到武状元他这么早就已经起来了。他练功的时候也很努力哦。是谁呀、快出来！喵！你好假呀！原来是只猫啊！哎呀，用力过头了！啊，不是吧？现在的他一点都不像他平时忠厚的性格了呀。我们现在终于找到武状元的坏习惯了。不过这些都不算是他的坏习惯吧？他只是不负责任而已。啊，他回来了。哇，他连房子都会盖呀、真厉害！我吃饱了。士兵啊！思思，你一个人玩挺闷的，不如咱们一块玩吧。为什么我的脸上会有痘痘的？不行！哪里有安创刀买呀？武状元，无论怎样，我都会找到你的坏习惯的。哇！哇！还好脸上痘痘全没了。哇！太好了，你们终于回来了。你说什么呀？你们之前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思思就好像变成了华伦，华伦又好像变成了柔柔，柔柔又好像变成了思思。好像是啊。对了，你们现在找到我的坏习惯了没有啊？柔柔啊，还是你跟武状元说吧。哎，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我们几个真的是找不到你的坏习惯啊。我没有见过有人是没有坏习惯的。武状元，你好厉害呀！是吗？原来他怎么样啊？还跟不跟他说呀？说好还是不说好呢？我决定当什么都没看到了。我也是。那
道我的坏习惯到底是什么呢？不要提了。所以说呢，缺点就人人都有的。各位小朋友，你们又有什么缺点呢？知道之后就要及时改掉它哦。再见了。你的坏习惯又是什么呢？不告诉你。说吧说吧。啊，小咪的坏习惯就是跟我一样爱睡懒觉咯。